你是什么机器人？我打败你。打败我吗？哦 no！ 请问你在哪里？我在家里。嗯。Oh my god！ 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想拿你的东西。是吗？对。那可以把玩具收一收吗？可以。可以。那你要把箱子拿下来。太热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我找到一个少林足球、欸，哎，我们很久没有玩了吧？嗯，来看看有没有电。我、没有。来，你赶快把这里收一收，爸爸去装电池好吗？好。哦，要收到箱子里面去哦。我等一下我要跟你踢这个足球哦。好。好。哇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啊，保龄球杆也给它放进去。哦。哇，你看都会自己收了，这依依真的已经长大了。这样在做什么、啊？慢慢的、啊，好，赶快好好收，好好收。我要去装电池喽。好。哦。